些年一个人，风也过雨也走，有过泪有过错，还记得坚持什么，真爱过再回头，会寂寞会回首，总有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，一句话一辈子，一生情一杯酒，朋友不曾孤单过，一生朋友你会懂，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。吹过，雨轻轻飘落，时光将幸福悄悄剥夺，承诺还得说，心却如刀割，分开这些年怀念太多，爱曾经来过，执着每天接力时难以舍得，这样的结果才没有如果，明明我们都不曾犯错，好，我们也不耽误大家的时间啊。今天是我们第二十期最后一天收评了啊。第一个，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这个第二十一期的课程和大家先说一下啊，是我们在周四上传周五的课程，周五上传星期六的课程。那么星期六晚上呢，你把这两节看了之后，我会综合和大家实践解读一次，好吧，听明白没有？也就是说你们提前两天学习，然后将这两课的内容我会在星期六晚上和大家实践解读一次，好吧。好，这是一个问题。然后呢，第二个呢，也祝我们这个老同学也好，新同学也好，留下的也好，出去的也好，祝大家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好吧。这个刚才呢，我们的老黄同志提到的这个问题，也就是大家忽略了很多的问题，对吧？所以在二十一期第一课就会和大家解决这个问题。比如说有压力，但是我们看见了压力，而它涨上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二十一期的第一课就教大家是看远，好吧。就是要看远，我们要不光要看清看懂看透，我们最后一招看远。好，那么今天的这个大盘呢，我们就来和大家把这个大盘先总结一下。首先我们昨天和大家收评说到，我们讲过这个在这个大盘的时候啊，大家注意这里也是一个假阴，出一个长阴加长腿下跌已到位，对，这是一条精准线，对吧？昨天也是长阴加长腿，也是一个假阴。那么和大家讲过，这个假阴必须今天干什么？必须干什么？这个假阴我昨天说的很坚决，必须出跳空，对吧？大家看今天是不是出了跳空？那么今天出跳空，你说应不应该择机介入？应不应该择机介入了？对吧？这想都不用想，这就标准。和大家讲过，标准一站稳3250 ，OK， 持股待涨。上攻不过3278，他已经极阴次阳过了21位，过了21是不是应该看涨？过了21那很简单，那么我们就明天要注意它的上方的压力位，上方的压力位我们和大家首先讲到这里来，
是要多少点？3287点，好吧？3287点虽然过了这个大阴，那么这个阴的二位是3293，注意了，也就它的虚顶是3289，对吧？对吧？那么我们明天给它取为上限是3290。为什么取3290呢？我们找整点，对吧？是不是找整点上限？那么我们的今天呢，这个记住了啊，当然要有效站稳3278的啊，有效站稳才能上看这个压力位啊。吉阴是阳，蛰伏减仓。那么今天的二月位是多少？今天呢，我们注意它的二月位啊，哎，注意一下啊，是3260。那么从分时上来看，我为什么叫大家关注3260？也就是说，明天只要回踩不破3260，大家说 ，O 不 OK？ 哎，你看，这就取它的3260，好吧？哎，这是3259，我们取3260，行不行？哎，为什么会收在3271呢？大家看到我这个线没有？看见没有？哎，就是明天有效站稳的3270，大家看，有效站稳，它就是要中大阳的啊，好吧？哎，这是一个三线的解读，很明显啊，所以明天你只盯住3260。哎，3260又是它的什么线呢？大家看一下，3260呢，又是它的，哎，不对，3260呢是这里啊，3262对吧？我们就取3260嘛，对吧？刚好对它的二一位嘛，哎，3260，也就是我们左边的这个金线，好吧？哎，所以但是明天星期三。我们今天介入的同学，明天如果走弱的同学，就明天应该走的啊，好吧？哎，但是呢，总而言之，在这里我们来预判它做基柱，好不好？也就是说，后面不再跌破这个3123，是不是基柱了？那么明天站稳大阴市顶是不是很关键？明天站稳3278是很关键的啊，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基柱当为一个王牌柱的基柱，后面三天确认。如果后面出了阴阳阴阴的构建，它是不是要下来找一次，对吧？所以关注这个王牌的成立，好吧？好 ,OK 了。再讲一下创业板。创业板和大家讲呢，也就是要注意这个大阴市顶，大家说它有没有站稳呢？我们将密切关注这一条线能不能站稳，对吧？我和大家讲过，凡是发现创业板的股票昨天有吉阴次阳过21啊，吉阴次阳过21的票，是不是昨天应该建仓？吉阴次阳过了21位，昨天就应该建仓，今天都是中大阳，对吧？都是中大阳。哎，这是很简单，这个涨停趋势，它的板块是吉阴次阳，个股出吉阴次阳，大家说它涨不涨？好，你要不信，我们就随便打一次，我们不找涨停板，好吧？我们找一下啊。哎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是不是吉阴次阳？来，你告诉我这个是不是次阳了？我们把这条线先不要，这条线也不要。来，这一个股票大家看一看，在这里是它的什么呢？我们看，这是它的基柱，对不对？是它的基柱啊。这是一个阴，单枪之后缩三一，阳盖阴，是不是阳盖阴？是阳盖阴吧？哎，我们随便找，哎，你看阳盖阴，零号跳空，对吧？它是不是和板块一样的上？对吧？哎，你这都是一样的。好，你们再看这个，这个股票有没有黄金柱？有没有？一二三，黄金柱。好，回踩这条黄金顶破过没有？哎，你们自己注意，这条线的黄金顶破过没有？就这一条线，没破过吧？零号跳空板，是不是没破过这条线？对。他在这里假阴也好，都在打左边的压力，对吧？打不了回撤，不破线，对吧？然后他在这里做个基柱，你们看这个基柱，只要今天不破，它又是一个合力的，是不是合力了？它就上了，简单吧？好，这是一个啊。那么我们就要关注这个创业板的明天啊，能不能够有效突破左峰？如果不能突破左峰，还是应该结合卖阳，好不好？去弱。哎，最起码我们去弱，好吧？好，大盘也说了，创业板也说了，接下来说板块了。板块昨天和大家说，要大家把新能源怎么样？新能源走弱放量的个股去弱。今天好多昨天大涨的票，今天是不是大跌的？
哎，昨天大涨的票今天是不是大跌的，对吧？所以这就是个板块的问题。那么后面今天涨的是有色航空啊，航空啊，卫星导航啊，有色啊，黄金啊，稀土啊，对吧？在军工你看航空船舶，金融呢是拉了一波。那么主要的呢，你们从涨停板上来看是个有色，对吧？然后就是新能源车，哎，有个派生科技涨停板，然后它一共一个涨停，两个涨停，三个涨停，四个涨停啊。然后呢，半导体，半导体啊，光刻机和芯片，但是对不对啊？哎，光刻机和芯片，哎，这里就是我们的科技股啊。然后呢，电气设备也是的啊，哎，大华智能涨停，哎，你们看在这里是不是芯片涨停九支票？芯片是不是涨停九支票？就是芯片老大是谁啊？哎，老大是谁啊？芯片股老大是谁啊？哦，老大是他，是不是？哦，老大是514啊。完，688还可以当老大呀，688还可以当老大，谁教你的？哎，688还可以当老大。好，然后就是个智能电网，你们看，世界科创板，对吧？哎，次新股啊，次新股的，我们这里的这个案例票是板的才这样说的啊。然后呢，就是部分的锂电池啊，部分的锂电池和新能源车。新能源车呢，和大家讲了一个汉语，是不是？汉语也今天高开了很多，瞬间打板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里还是要关注什么呀？大家看，还是要关注我们的新科技、新能源。在这个地方，就是今天的权重在搭台，对吧？那么后面还是会回到题材，新能源车这一块，大家要当做一个中线来做，明白我说的意思没有？新能源要当做一个中线来做，哎，就是要玩一个游击战术，不要说丢了就不看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好，这是再看一下跌停的，你看，哎。板块跌点是汽车、新能源汽车、电气设备，也光伏的，对吧？主要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风向标啊。风向标是证券，大家说这个证券今天有没有吉林强啊？证券有没有吉林强？有吧？证券吉林强明天一攻，明天一攻应该注意哪里啊？第一是站稳左阴市领之后，看它的是不是要看它了，对吧？今天的证券吉林强也可以上了。哎，我们把它当做风向标，好吧？然后呢，不过实顶你就要先出，然后关注它的质量和大盘的质量是一样，关注它能不能成王牌，好不好？能成王我们就 OK 了，不能成王就是败者为寇，对吧？好，哎，看一下啊，好，我们就和大家讲的有一个案例，好吧？我们随便找一个啊，好吧？随便找一个啊，好，我们比如说。这些我们讲过的发过的案例，好吧？就有一位同学，我跟大家一起来答个疑啊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是哪一只呢？是300831。我们借鉴所有的同学啊，我们就把这个呢搞清楚一下，300831。那么大家看这只股票强不强？首先看。这个庄家强不强？在这一块它强不强？我们先看一个大的，怎么强呢？第一，在这里来了之后有个刹车柱，有个换挡柱，这里有个加油柱，大家在这里他说要干什么呢？刹车、换挡、加油，在这是不是要飙升的？是不是要飙升的？哎，好，那么我们再说图，它这里打不赢，是不是左侧三根大阴？是三根大阴，对吧？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就画过来。那么这是一个刹车柱，是不是？是刹车柱吧？这是一个刹车，对不对？有一条金接了，这里换挡了没有？好，这里换挡了没有？我们以它画，换挡了没有？换挡了，对吧？这里有没有合力呢？这里，我们以顶画，加油了没有？加油了没有？加油了吧？而我当我们发现这一票昨天是个假阴，对吧？是个假阴呢？是假阴吧？哎，假阴，我们可以先高抛假阴嘛？
假阴真阳，次日上涨为强装，是不是？你们看它回踩的是不是黄金线呢？回踩是不是黄金线？回踩了黄金线，对吧？黄金线上阳该阴了没有？应该介入吧？黄金线的阳该应该介入，对吧？介入之后，黄金线阳该阴逢低介入七成金，今天是应该拿着涨的吧？是不是拿着涨的？那么我们有些同学，就是刚才和大家总结了一句话，都啊，要玩什么呢？玩两波，对吧？玩着玩着就把自己洗出去了，一拉就洗了，一拉就洗出去了。大家说这样对吗？啊，我们的买入点啊，我们看一下是10月30号，好，买入点，这一天。这一天简单来说是不是追的呀？是不是追的呀？它也是一个追，是不是？三十号是属于追涨，这是属于杀跌。我这个疑惑大家明白了没有啊？来来来，明白了没有啊？记住，黄金线上阳个阴，明白了没有？明白就打个明白，不明白就打个不明白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我们再看这个左边，这个左边呢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是不是一个封顶线？这是一个封，它过了吧？这是虚，对吧？这是虚吧？过了没有？过了没有？也就是说，我们很多同学都在干什么呢？哎，左封，回踩左封不破。那么我们有些同学就是干什么呢？说了是基础不牢，地动山摇啊。我们有些同学的关门的干什么呢？好高骛远，好高骛远，就真的是好高骛远嘛，是不是？基础不牢，走势不好，基础牢靠，走势就好。大家看它的金阶搭的好不好，金阶搭的好不好？哎，金阶搭的好不好？金阶搭梯我要上去，来，金阶搭梯我要上去，我昨天才和大家讲的，是不是我要上去啊？我要上去你还把我给卖了，大家说这样就不对了吧？哎，他在这里放量也好，他是不是过左峰呢？他是要打左峰的，对吧？是要打左峰啊，他要打这个左峰创新高，对吧？所以它放量很正常，这里的人三线规律告诉我们，这里被套的人说价格合适了，对吧？这里被套的人多不多啊？这里被套的人很多，他觉得价在量先，是不是？卖在买先，有卖有买才有量。哎，这里被套的人要跑噻，是不是？跑了就有人买呀。买了就有量啊，那这是谁买的一个涨停板？难道是李峰的呀？对吧？所以这叫基础不牢，地动山摇。那么我还是奉劝大家一句话啊，我还是奉劝大家一句话，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把基础打牢啊。我们学一个厨师啊，也要三个月半年，您来学新量学，学个一个月就能够出师，您觉得能回去当厨师那个菜炒的好不好吃啊？当厨师啊，那个菜就炒的就没人吃。你要当个理发师呢，还要半年之后当学徒。那您去当那个师傅的话，你把个头发剪的就没了，跟别人把头发都剪的没了，那个头发就行不行呢？所以说哪有说学一期两期就成高手的啦？这个不可能的呀，对不对？好，不耽误大家的时间，这个票自己看懂啊，好吧，我就再不说了。好，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应该临盘盯异动啊，临盘的盯异动。有些票比如说航空来了，有些票啊大家应该要记住，在盘中啊就应该知道这只股票啊到底能不能涨。比如说300402，这个股票我们一开盘，大家看，我不管它，这里是个假阳，对不对？打下来是不是的？是不是个假阳？
长阴短柱下跌，长阴短柱一路下跌，对吧？他来了个假阳，这个假阳是近期的什么柱？什么柱？它是什么柱？先找到柱子，是不是近期的低量柱？好，低量柱的到来证明你底气底线不远了，是不是？那么需要什么来确认？次日来确认，对不对？需不需要次日来确认？次日确认是不是0号跳空的二一位？哎，我问一下，是不是0号跳空再过了二一位的？缩量柱加0号确认，对吧？分时三维定多空，板了没有啊？哎，你按照标准介入拿着拿着它就板了。大家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？还是对知识不牢，对没有信任，哎，不信任，这是一定要重要的。所以和大家讲过，你不要说，不要一概而论，无王牌看跳空，真假高大空被封，没有王牌看跳空。那么这一个跳空的态度告诉我们，昨天一个跳空，对不对？量柱成低量，是不是跳空成的低量？那么跳空指的是什么呢？无王牌看跳空，第二个跳空开盘定势开在了二一位，您觉得按照标准是不是可以上一点呢？然后再缩图往下看，哇，开盘价刚好对应了这根枪尖的2076，一分不差，连续跳空，大家说它是不是代表了一种势？无王牌看跳空，正反三维就定多空，明白了吧？好，把这个讲完之后呢，我昨天和大家讲过两只票，一只票叫300050、300514，这个票昨天叫大家分析，我和大家收评的时候说，我说这个板的很好，对不对？是板的很好，这个板我说它板的相当的好，是原话吧？是价板量缩过了这里的高量，对吧？是不是价板量缩过了这里的一堆高量？说话，是不是过了这里的高量，对吧？实顶上开的过了，那么我们应该看远，就应该看到这里来了。这个位置打开，我昨天和大家收评说，对吧？那么第一时间，我们是不是应该看这个区间的高量柱？应该看到1988来，为什么？可能会在此处干什么？可能会在此处遇阻，比如说，是不是？如果高开在这里来了叫遇阻，是不是？但是老子今天是跳空开盘，跳空在此处，你觉得你今天应该干什么？牛股放在你的面前你都不敢上，一只股票放在你的面前讲得这么清楚，你还是不敢上，我说的清不清楚？这支票，我说它一旦过了这个左峰会怎么样？我说它一旦过了这个左峰会怎么样？我还给它加了一句话，过了没有啊？这是百日高量的战略柱，百高兼左峰，今天是不是倍量涨停过左峰啊？啊，它是不是倍量涨停过左峰啊？倍量涨停过左峰，往往有一冲。你今天介入，你看1988是高量柱的实体，是不是0号跳空的？哎，有人嫌我讲的这个很烦，对吧？但是我觉得学习好的同学，他就是希望讲这个票，要提高他的眼光。但是，哎，有的东西都不对。啊，这明明在收评当中讲了，早上截图他第一个，对吧？早上截图有帮有讯帮有有讯达是不是第二个？我还打错了，我第一个字又打错了，我搞成了什么有帮讯了？我一看不对，我又把它撤了。哦，是有讯达，我又撤了一次。眼光啊！好，我们再来看昨天在群里叫大家分析第二支票300403，这个票同理，
和大家讲过，我说他昨天分析一下，分析一下他昨天涨停过了什么？涨停过了什么？涨停过百高，涨停板过双峰、一峰、两峰，是的，是不是涨停板过了双峰啊？并且过了百日高量，没错吧？我叫大家分析，分析出来没有啊？哎，我叫大家昨天分析，晚上做作业，分析了吗？那为什么要叫你分析403呢？大家想一想，为什么要叫你分析403？今天打进去，大家说有没有肉吃啊？明天有肉吃，但是这两个和我来比，我把514和他放在了第二位，友邦讯放在第一位。我知道他今天开高了，大家说是不是开得很高？为什么？你们看，为什么带我的发出来的时候，我第一个发的是514，接着是汉语，对吧？我排名，我自己的涨，自己的自选股里面排的名发给大家的，有没有错啊？那么发的，我既然把这两个排在第一和第二位，大家说我打谁？哎，你们来分析一下我，你们来分析一下我海哥怎么想的？哎，你们分析一下海哥怎么想的？你们要把海哥的意图搞出来噻！哎，海哥怎么发一个图，怎么有讯达在第一个呢？汉语在第二个呢？你们要分析海哥的意图，海哥要打谁？但是对吧？好，你看价板量缩啊，那么价板量缩之后，它这个高量就存在一个价板量缩的确认。那么明天希望它要走出放量，好不好？要走出一个倍量涨停来才是好的，好吧？哎，倍量涨停才是好的啊。哎，不然的话它后面可能走个假阴呢，高开低走，是不是走个假阴真阳出来，大家说对吧？哎，一定要记住了啊。好，这是两支票，好吧？好，回过头来我们看别的连板。 OK， 这个票呢老子一发又打脸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打脸了？在这里发的，在这里一发，啪跌，九阴真经，是吧？九阴真经，然后呢跳空阴，是不是？然后呢假阳，然后长阴短柱，然后踩 A， 哎，说了没有？说三阴，说了没有？说了没有？亮柱说了没有？所以说是九阴真经是先出以退为进。好，你们看在这里啊。这是一条什么线？这是一条什么线？大声一点！这是一条什么线？它的最低点向左侧延伸，找到一个左峰，或大阴40、大阳40都可以啊。左峰用找到一个黄金柱，要用竖线将其标注起来，形成左支右撑，是其形态，对吧？那么右边与攻防线重合，将会形成一个顶底互换的黄金十字架，对不对呀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坐实踩稳，哎，你看，坐实踩稳十字架，等候右侧阳盖阴的行情。零号跳空，跳空阳，快跟上，三维正反。定多空边不就涨上去了吗？这就是我们的什么呢？精准复合黄金线加上封顶线加上黄金十字架，大家说金对不对？再加上充电桩哦，智能电网哦，电器设备要板块在这里它就上了，调整到位，回踩到位，缩量到位，对的吗？看懂了吗？看懂了吗？没看懂算了啊。好，可以啊，可以。
可以啊，可以，我们就搞下一支啊。好，再看瑞奇股份，这一个来了，在这一天发的对不对？是在这一天的案例是对还是不对？对不对？啊，是星期一的案例。那么我们为什么涨呢？下面刹车换挡也和他讲了，刹车柱换挡柱，对吧？大阴市领形成金阶，又形成了金阶，那就刹车换挡加油咯，是不是加油咯？然后回踩破不破这里哦？不破。好，回来了，来上攻不过主峰，你看这个主峰我们要特指它的枪尖，和大家讲过啊，要注意是它的枪尖，对吧？打不过跌，再攻一波不上，跌下来长阴短柱清洗浮头，极阴赤阳蛰伏建仓啊，极阴赤阳蛰伏建仓，建完仓了，最好的标准，能够涨的标准，主力会告诉我们零号腾空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是不是这样啊？就是对这个赤阳的确认最好的那个主力会说什么话啊？哎，主力是不是就应该要唱这首歌了？他就是告诉你这个腾空，告诉大家这个赤阳的质量很好，他认同了昨天的赤阳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这首歌来了，是不是听着热血沸腾啊？是不是？哎呀，听着热血沸腾，哎，不要听着鸡毛狗子就起来了，搞不得你，对了吧？啊，对了啊，我就又不说了，这是不是又绑过主峰了呀？是不是又绑过主峰了呀？这样的票还看不看呢？海哥选票很简单，把这样的涨停板收集起来，看三五天，记住了没有？记住了没有？这样的涨停板不过主峰的票收集起来，下面有刹车换挡加油柱之后收集起来，等它回撤，回撤之后长阴短柱打结，极阴赤阳建仓。大家去看看那个519是不是这样的？哎，549，来我们打个野好吧？549哎，549哦，哎，不是这个549，是那个59。啊，精密，你们看看，刹车换挡打结，极阴赤阳蛰伏建仓，领后帮帮帮帮帮帮。对了吧？哎，所以啊，要兴奋就要听这个。当当哎来当，好，再听这个。你们看这个呢？我们说，躲在左风下。左峰下干什么？左峰下他要做金阶啊，一吧，是不是一啊？对不对？哎，你们自己看是不是一？找到这里来，其实他在这里是二，我们画金阶是不是画到这里来了？二，对不对？找到一个涨停板，将其标注起来，复盘三到五天的涨停板。缩量到位，回踩到位，零号腾空。所以这也就是21期我要教给大家的一个战法啊，这是21期我要教给大家的新战法，是不是？你们看看嘛，我是不是找到他了？是不是找到他了？啊？
找到他之后，我把他养起来才三天，是不是三天？有底有王有金阶，金阶大梯，对，金阶大梯呀，我要上去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昨天学的对不对？对还是不对？对不对？哎 ，OK， 你还看上面？你还看这个干嘛呢？你看他别人就涨停板又过主峰了哟，是不是？完全正确。那、哎、和那天已经讲的差不多了，是吧？那我们不讲了，好吧？我们涨停确实已经讲了，是还讲什么？我现在是不是不讲了啊 ？OK， 哎，你看，我们再找一次，看他是不是这样的啊？哎，我们再找一次啊！我们看看这个票，你们看，我们给他讲的，你看看着啊，这个票呢，你的海哥是这一天发的，为什么发的？大家看看，单枪收集机制。哎，不是海哥牛啊，是要跟着主力走啊！单枪收集机制这一天就发出来了，是不是发出来？只要你不追，你看单枪是不是过了大阴十岭兼左峰？过了没有？过了没有？过了没有？那他的单枪为什么会失败？在这里是左峰，左峰。然后呢，大家看，我们就采取和大家教过的一招，哪一招呢？那单枪过左峰，是不是？首次过往往有回落，价跌量缩，缩三一，缩三一等于缩二一。说完二一不做二一，三一做二一，养生经，养生经，对不对？哎，养生经是不是养生的没有？好，这个养如果质量好，主力就会说来来来来来来呀，哎，这个姚海军呐、啊，我讲了一个棒棒糖吃，是不是？这个宁浩腾空啊，宁浩一腾空，他就这个歌曲来了。热血沸腾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对他讲了一个棒棒糖啊？这个棒棒糖一讲，就说明这个次阳很好，并且他二次站稳了大阴十顶兼主峰，是不是呢？缩量住后面，是不是缩的很好？缩的很大，对吧？然后养生经。宁浩腾空上板，那么问他今天说把我气死，我卖不卖？我一巴掌呼死他的，真想呼人。他涨停了，他要卖股票，哇，真是这是学什么呢？哎，涨停板还要卖股票，他说红单很减少了，哥又没开板，是不是？你们看他的目标，那就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噻，是不是？这个地方明天如果不能够站稳，你就说，哎，我在这里卖了，是不是？在这个地方是个高量阴，其实这个主力就在这里开板的次新，开板次新之后对着拿筹码，是不是拿筹码？高开低走，是不是拿筹码？然后在这里再拿，不过高量底这个大阴市底啊，它叫跌，是不是跌？然后一路下来了，像别人涨停涨停就在这里先十底后二一才行，是不是？没有它就不行，搞不得的啊！那涨停卖股票卖得我好烦呢、啊，你好不容易找个案例。找个案例啊，涨停了，他还给我搞这个新名堂。你看，我们来画他啊，那这是不是一级啊？是不是一级？是还是不是？对吧？来来来，这个地方我们再给他搞一级，是不是一级啊？对吧？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再给他搞一级，大家看，我们不画这个，我们只画了三级黄金阶，有没有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有没有？三级，进阶大梯。可要上去。我和大家讲过一句话，如果下面没有三级进阶，我们不发布预报。以后听见没有？如果以前以后我们的下方没有三级进阶，我们不要发布盘前预报的涨停。哎，有了三级，三级进阶之后回来打劫，就是累的几回，就是累的几回呀、啊，哎，累好，懂不懂？哎，累，这是一级进阶，哎，注意了啊，哎，
一级境界、二级境界、三级境界，上面要回来打结，打结到二左右，你就要注意养肾经。好，这个就简单的说一下啊，我们后面再说。你看我的第三集就发布预报早了一点，是不是早了一点？哎，你看我的第三集就发布了涨停预报，早了噻，是不是早了？哎，早了。但是你看这来吧，你看我们的伏击噻，绑，我们要首先找到目标股，收集机制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哎，好，对的啊。接着再下来看。注意啊，来看这个，这个呢是一个刹车柱，是不是刹车王牌吧，对吧？刹车成立，这是二级进阶，对吧？打个毛线电话，打毛线电话，对吧？那么他下来打劫了，打到这里是不是打到刹车柱了？是不是打到刹车柱了？哎，打到刹车柱之后，哎，缩量，对吧？哎，都是增量，然后价跌量缩的长阴短柱，左侧有底，零号腾空，你看三维正反流定多空，来了吧？不做刹车，做换挡。哎，这就上去了，这也是一种啊。那么它今天是一个飘龙涨停啊，注意，这个票是第一个在稀土泳池上面板的票。就适当的能不能把它关注一下，讲个理由为什么关注。大家看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微型消化，有没有微型消化，有没有 L 型消化，有没有 L 型消化，有没有 L 型消化，最后一消化它就上去打，它就打打打上去打上去打，是不是？哎，明白没有？所以这是第一个涨停板，应该关注起来。好的，下一只，再看这只，你们看这只也就是这样的，哎，怎么样的呢？你看，下跌，攻，下跌，攻，下跌，攻，看到没有？哎，再下跌，攻，哎，你们大家突然发现有个问题了，什么问题？这是一个，对吧？这里抬高没有？下来，这里没把它底给漏了，是不是底漏了？但是它的极点没有漏，这个腿没漏。那么我们就要等它走什么呢？等它的进阶大梯，进阶大梯的时候啊，就应该是逐步走高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应该逐步走高啊？王牌下来，这个王牌能不能把它给破了？你告诉我，这个王牌下来能不能把它给破了？也就是说，把它的这个底我们都不能破的，是不是？那既然这个底不破，好，这个底不破，我这个王牌是不是要抬高点？要抬高。好，阳肾经，假阴真阳，牵牛带涨，量性是阳阴阳，好不好？阳阴阳，我走强，走强之后就跳空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哎，你要注意。哎，这个要注意了，他没抬高噻，在这里抬高了没有啊？没抬高噻，一个要比一个高。哎，再加上芯片无人机，他就牛逼了，是不是？你们看这个股票是不是也是在充当老大？哎，他今天是不是在充当老大？对吧？哎，这就是在板块当中一定要寻找到它的啊，好吧？好，是明德电子。好，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就不讲了啊。这位同学呢，刚才我的因为前面不好说他，这就是完全基础不牢的表现，完全玩量波玩出来的，是不是？你看在下面都有了刹车换挡，对吧？在这里进阶就加油了，他已经过左峰了，你还卖票？过左峰了。回踩不破应该是要介入，不是卖票，对吧？那过不是过，回踩什么？过不是过，回踩不破。哎，回踩不破，而我们是应该介入，而不是应该卖票，并且走的是低开高走，
是不是低开高走啊？千万记住，分时为辅，好不好？求求各位了啊！哎，不要把分时当饭吃。好，都是一样的啊。这个呢，我们就把创业板的票啊搞在旁边啊，我们就看一下六零的票，好不好？看一下六零的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些涨停板的票。你们看，我昨天其实很想发这支票，这支票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大家告诉我，我告诉大家，这个票啊是交流群同有一位同学问我，海哥，我想买一天股份。我说为什么呢？我不给建议，别人说了一句话，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脸上会红啊？如果说谁能够猜出他说了一句话出来，什么话？我如果说了，你们脸会红。错，他海哥啊，我发现你这两天讲的票，都是到左阴十顶之后有一个单枪啊，根本上他问的时候还没有这个下降，他问的时候还没有，是早上说的，还没开盘，没开盘他就说，海哥，我发现这个你说这几天的票都是在左边有一个单枪，哎，然后呢是左侧有大阴，然后下来比如说在这里有个刹车，在这里有换挡，海哥，他这个票如果打下来不破这个单枪的实体，我能不能低吸？我说了一句话，我说量学有标准，我这里不接股。但这个票呢就被我发现了，是不是？怎么发现的呢？你看当在盘中啊，我就发现了不对，你看啊，向下的恐龙啊，向上的恐龙，看到没有？向下的恐龙啊，向上的，看到没有？然后就来了一个双剑八天地哦，我再来一看呢，原来这是有个刹车，是不是？这有个刹车，有个金阶哦，这里马上来了个换挡，谁不对？对不对？你看他又来一个换挡，然后呢只要他昨天收回了这个倍量单枪的顶，哎，这个倍量单枪的顶看到没有？那么以他做基础，只要再不破了就是三级了。然后再往前看呢，这个二一位啊，大家看看他是不是二一站稳了呀？啊、嗯，是不是二一站稳了呀？站稳了吧，对吧？哎，所以你看他今天跳空阴薄破底，高于人线不撤离，梆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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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个中大阳，那、啊、这是不是过了？这是不是过了？哎，你看这是不是过了？过了，那过了为什么他不板？他因为左边有两个大阴，他要慢慢的攻打这两个大阴，因为这两个大阴是缩量下跌的。哎，所以呢，他先把这个大阴搞稳，然后再上，明白没有？明白了。所以说，谢谢这位同学给我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案例，很好。然后呢，你看，头顶蓝天，脚踩大地，就是双剑八天地，而第二天涨了，看见没有？是不是双剑八天地？头顶蓝天，脚踩大地，对，大地指的那个。跳空不补，后势如虎。哎呦呦呦呦呦！你看，头顶蓝天是打左风，脚踩大地是补空。头顶蓝天，脚踩大地，上剑要放量，下剑要缩量，对不对？哎呀，算了，不跟你们开玩笑了。开玩笑，搞懂了没有？哎，搞懂了没有？哎，补空不补，弹上去，对吧？上探下踩都是侦察兵，哎，上探下踩都是侦察兵，然后是第三级进阶成立，过左峰，倍量涨停过左峰，往往有一冲。
哎呦，谢谢，来了。不懂不懂就学习，你这进来三天半，你肯定不懂，懂毛线懂。再看这个票，看这个票啊，有板有枪，有板有枪，是不是？哎呦，还有个枪，有序缩量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有序缩量？缩量回踩不破，丁考临界把仓建。好的，又来一个，一天两天，你们看他可不可以当机柱呀？可不可以当机柱呀？一天两天机柱不错，我来参观，然后光可击，对吧？光可击，哎，你看涨了，哎，你们再看左边。别人左边是到了压力的，慢慢的在打，明白吗？慢慢的打，你用周线一合并，它周线是不是已经打到左峰了？哎，它的周线是不是在左峰遇阻啊？你看看，左峰，你们自己去画线，周线是左峰遇阻，你完全可以在15个点左右先减一点仓，是不是？不减仓，明天就记住这个票不过左峰。就要走了，好吧，就差不多先要高抛了。OK， 高抛之后，等他再下来打，长阴短柱清洗浮轴，我们再来一条金阶。你看，金阶哦，金阶哦，金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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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是不是？一柱一线，快乐赚钱。好的，不讲那么多了啊，讲那么多没用了啊。好。我们就讲一个，我们那还有一个，有个票的啊，大洋生物，耶，看，耶，是不是极阴赤阳啊？哎，是不是涨停板的极阴赤阳？耶，哎，这选票啊，要选出来，这是涨停板的极阴赤阳，对吧？并且这个极阴赤阳还站稳了这个高量阴的实体，对吧？好，那么目标它已经是过了21位，过了没有？一过零号腾空，它今天涨不涨呢？它叫涨，是不是？热血沸腾，耶！看懂了没有啊？极阴赤阳蛰伏建仓是在这里。是在这里，哎，是极品啊，比哪个还要极品？比徐亮还要极品，板了，哎，好，我们再来看一只九，好不好？哎，我们的一个九呢，九呢，好，你们说我为什么要发赢家公九？大家说为什么要发赢家公九？猜猜海哥选股的思路。哎，你们看看啊，首先我们怎么也上不去花花的世界，是不是？怎么也上不去花花的世界，只有打一打我才能上去，哎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再上去了？哎，你看这个时候就上去了，一上去呢，哎，这个时候呢，我就涨停板呢，不但过了这个峰，这个涨停板还打到了这个大阴的21位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啊？哎，所以花花的蝴蝶，看的要看哪里，我们就看的要看当下，过了一大座峰啊，你看看那零号就腾空。太对了，是不是呢？为什么就他板呢？你给我找一只酒出来，给我的白酒里面能够找一只酒再板的票，我就跟着你信，好不好？哎，酿酒怎么打呢？酿酒，酿酒行业，你给老子再找一只涨停板出来，又找一只出来了，还有，哎，你看。就赢家公牛，然后一个古月龙山，哎，出来一个，哎，就他，是不是？哎，也就是刹车加换挡啊，涨停不上了，对了不？
跑调跑北京去了，那就让他跑呗。说的意思大家明白了没有啊？选股的思路，跟强庄，做强股，而不是你们来搞那些稀巴烂的东西。你说那些稀巴烂的东西有啥用呢？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安控设计很简单了，你们看看这个票，他是不是在这里打了一次？他说：“花花的世界，我受不了了。”你看是不是受不了了？哎，他受不了了噻。哎，受不了了怎么办呢？离婚，是不是？跌完了之后，他这有个刹车，对吧？他说我有结婚证，这是他的结婚证呢。然后帮换挡，换挡了吗？换挡再一攻还是不行，是不是？不行呢，再下来呢，再找，哎，你有没有发现底底抬高了呢？抬高了没有？哎，你这样一画线，天下大事必作一戏，天下难事必作一戏。你看这都换挡了，帮帮帮上去了。哎，他打到这里呢，你看长阴短柱左侧有底，底底底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这里是什么量？什么量？告诉了大家噻，这低量柱的到来证明不远了，他打到了黄金线的伏击圈，低量柱，对吧？好，换挡 ，OK， 换挡。哎，又打到了这里来了，又是个低量柱，这个低量柱又打到这里来，怎么办呢？零号就腾空，对吧？那么买阴呢？我们说低量买阴，低量买阴是要在金线上面低量买阴，对吧？次等待增量或零号的确认。那么这个票，有同学今天问我在这里还能不能买，我一巴掌呼死他的，这个位置还能买啊？我要卖了噻。他又说花花的世界我上也上不去，我会怎么样，是不是？简简单单，寥寥撇撇，明明白白，大道至简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在这个地方想的这就没站稳过噻。我们说这是大阴实体平衡线，这是个大阴实体平衡线，它的单枪啊只打到了这里，从来就没过到二一位过，有没有到二一啊？没到二一去过，是要防止它叫回调了，怎么能够再买股票的，大家说对吧？哎，就千万不要追，好不好咯？能不能做得到？可以吧？好，那么我们把这里看完了，我们就不看了啊。那就是看一下连板票啊，哎，最近的连板好像我再也找不到了，为啥找不到了？你看找不到了没？这没连板票，也搞不清楚。你看这个票我好像发的，你们说这个票是不是经抢啊？问这个票是不是次阳？好的，缩加倍。说加微增量确认，明天再一跳空是不是要上？那我要是我的话，这些同学啊，要是我的话，我早上发的时候还在这里哟，是不是在这里啊？等他回来的时候，我就应该在这一段建仓，鸡翅羊折服建仓，我在这里过二一建仓，明天十顶跳空往那上，哎，不过此处我卖羊，对吧？关注他的王牌剑，等三天，三五八天方向选 ，OK。他低量柱只要一旦成为王牌柱 ，OK 了，好吧？哎，这是一个策略啊，这是一个只给你们讲的一个选股的策略。哎，最近多板也没有了，最近连板也不见了，然后找到的连板都是海哥的。最近多板，哎，板不了。最近多板，好的，看看啊，怎么也飞不去。花花的世界，你们看看，和你们讲过他要不要放量啊？当天我是这样讲的，下面无论多少个一字板你不要再看了，你只需要看这根高量不破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原话？是不是原话？那昨天高开低走，假阴真阳，对吧？它破了没有？背量不穿，板后假阴，板后假阴。你把这个前面不用看了，
你在这个时候只用看到这一段，你看这一段，这一段，你看看这里啊，这才板呢、啊，这支票才板啊，哎，板后假阴呢，看能不能牵牛带涨呀、啊，是不是啊？零号腾空啊，板了呀、啊，这才是主升浪涨，是不是啊？应不应该这样表达？应不应该这样解释？这个才是主升浪涨，讲了不看，和你说了一千遍、一万遍，下面一百个涨停你不看。下面一百个涨停都没用，都只看这根高量，明白了吗？明白没有？下面一百个涨停你不看，这是因为遇到了重大利好，遇到了重大的利好或重组，他一直打的板之后，在这里开板的高量才是真正需要我们看的，还艺高人胆大。我看你还是二十啊，不对头啊，你还没缴费呢，那你这个不缴费二十期肯定艺高不能胆大，是不是？你一期了怎么艺高能胆大呢？好，我解释清楚了啊，解释清楚了没有？哎，任何时候不要看下面一字板，无论它多少不用看，只看这根高量，后面一旦被确认 OK 了。你们看看，那这根高量是今天看的啥，老大？这根高量是对于他昨天又是一根高量噻，他是不是假阴真阳啊？你告诉我，他昨天是不是假阴真阳？他昨天打下来背量穿了没有呢？背量没穿噻，背量没穿噻，是不是？哎，他又形成了个高量噻，是假阴噻，假阴真阳是上涨什么装的强装噻，是不是？我们打一二三，你们看看讲一二三。这样的强是不是要回调我们尾盘可不可以打一二三呢？啊，在前板打一二三，这里高出来之后都可不可以打一二三，尾盘就打一二三噻，是不是？打一个一二三，假阴真阳，牵牛带涨，零号你就牵牛了嘛，对吧？如果不是零号，它低开低走，你也是持股的嘛，对吧？你是尾盘这样进去的，明白这个意思没有？在这里打这个尾盘一二三才叫是艺高人胆大，用这句话来形容，不是这个 T 字板，是在这里用一二三战法，哎，是艺高人胆大。板后假阴使用牵牛，也就在这个尾盘的时候，哎，尾盘你看是不是拉上去了，一打到零轴打帮上去了，在这里可以牵牛，可以在这里可以进，对吧？明白没有？进了之后你可以分仓进三一仓，哎，三一仓位，哎，三一，哎，三一，对吧？今天零号三一，对吧？等于就等于多少呢？等于二一，对吧 ？OK 了吧？哎呦，杨丽，你昨天就买了，你不得了嘞！你万一买了之后要止损的，对不对呀？不要说因为它涨了就是牵牛，如果跌了呢，我们就应该买点即卖点，好不好啦？好了吧？哎，好 ，OK 啊。哎，做好预判，那就恭喜你了，好，恭喜恭喜啊！这是连板的票啊。昨日涨停，哎，看昨日涨停的票，哇，不看了，就这四支票，牛不牛逼？老子将你一网打尽，老子将你一网打尽，是吧？昨日连板，一网打尽，想继续？我们继续缴费，请下回分解，明天再见，下课。